这就是父亲的差距。当唐三揍了泰隆时，我只能继续喝我的酒，也只能继续唱我的愁。唐三，往后我不知不觉该怎么走。37集，控制心脏不尊，请指教。你服了吗？不服，那我就打到你服。这时泰隆的父亲泰诺来了，可结果你是泰隆的父亲？不错，我就是大力王泰诺，打的我儿子，我出来要让你给我个交代。你的腿，再带着你去找学院老师评理，看下次还敢欺负我儿子。要打就来吧，儿子被打了，老爸站出来了。诸葛神奴，小心了。三倍力量，一速魂技，力之战。伤了那颗弱的心，我不想放纵，想来你绝不能继续开口。我掐我右手，你用毒，毒本来就是我能救出的能力范围。你还要打架？还要打架？当唐三被赵无极打了时，玄天宝路阻挡，永远不要试图扮猪吃老虎，否则你真的变成猪。如果刚才面对的是敌人，小吴恐怕难以幸免。作为哥哥，没能保护好。这小娃娃竟敢找老子跟他一死！这时小三的父亲唐三来了，点赞转发吧，精彩动漫每天更新。